好，老师讲讲这堂课的要领啊。我们这堂课的话呢，主要是大胆的白黑的关系对比，那个轮廓线很重要啊。这轮廓线啊，它的轮廓线呢，要很准确。另外呢，有些 text 上呢要特别强调啊。一开始我们表现了这种花蕊啊，用的 text 很重啊，所以画的有点丙烯，有点像油画啊。画的时候有点技巧，有点变化。